那也得请李老师答应把经营模式授权给我们，才能继续谈下去。可是你答应我的，你怎么可以反悔啊？奶熊为爸爸平安，小凯清股息。那种焦虑感跟不安全感，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，给有可能更不喜欢与外界沟通。挪啦！我爸是好人，是我们根本就不了解他。骗子的小孩，你要骗子？妈。